谢谢大家来看我的个人演唱会啊，谢谢大家的参与，然后今天玩得很开心。但是呢，垃圾分类还是要继续学习。纸巾、餐盒是干垃圾，剩饭剩菜是湿垃圾，废旧电池是有害垃圾，塑料瓶是可回收垃圾。学习分类从我们做起，你分类，我分类，大家未来才不会累。我的宝贝们，加油！祝大家晚安，重庆见。